就是。耶，等着呢，磨洋说，就是。哎，好神奇啊！现在照个相，现在照个相，一二三，喊起来走。一二三，哈。一二三。哦吼，走，回去。大家都在悄无声息的变化呀。原来会给他们逛公园吗？不得。拍戏哦，那边要得。大姐妈请客。要得。你大姐买了。我来收啊。你还收你往前的工噻？你还收你还不工？嘴巴说收。反正烤起来有味儿都好吃，你要买味儿都好吃。那你有那个泡嘞？好嘞，烤泡椒他们。烤泡老板。哎。哎呀，那一个拿个盒子，不是耍点七斤六七刀，真的是。来，快点端上噻。加上我的，加上加片，加那个。加那个啊，你光看的是贵。你觉得哪样好看，你都加嘛。弄起来卖嘛。啥玩意？做得的好嘛？要不要得？要得。回农场。要得。回农场，那家房子是没得我们那种。那什么堂？哼。还为你。他喊得好啊！奶奶，哈哈，你莫说，还是想他耶。奶奶，谢谢你。这个小弟，那你给我个带起去啊，到时候。哈哈，做不到啊，下了雨的就水下打劫。哈哈哈哈哈！在哪里得喊？手机里头。看他照片了，看到发的照片。他看到我头像，他那是主桌，他都喊。他喊起你阿姨，感觉好吃，挺能量。他说哪不吹呀？哎，奶奶，不吹，哪有不吹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不吹，哪有不吹？那肯定是喊维维。
哎，姐不姐？妮妮。忘了。姐不姐？听到哪里去了？他听到那视频的，他只是。电话的脚啊，看看的。要忙起点儿，忙起点儿。忙起点儿，老婆忙起。哎。妮妮。妮妮，喂你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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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您那儿来。啊。